诸位居士，诸位居士，今天观心一支香，跟大众分享来果禅师参禅普说第三则不懂。参禅修行，参的究竟是什么？我们来学佛，学的究竟是什么？生命有很多的不懂，来修行，会发现，除了名词上的不懂之外，我们还会把自己对于这个世界不懂之处彻底的给问出来。所以来果禅师他在这一篇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懂。不懂一句，实乃宗门禅人之习惯口吻。这个不懂是一个疑念，就是一个疑情。我们在疑什么呢？其实不是怀疑，而是因为不懂。然世界一切有相之法，随念一事，出则不懂，次则可会，因有相可见，见即可知，不懂之处，久之可懂也。一切有为法，衣食住行，百工作业，刚刚开始是不懂，但是久了，因为它有形有相，有次第，有步骤，所以慢慢学，慢慢熟悉，自然久了就会懂。但是这些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因缘成则懂，因缘灭依然了不可得。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？在宗门当中，不问这些有为法懂不懂，而问在父母未生前，哪一个是我本来面目。所以类如宗门问狗子有佛性否，又问庭前柏树子可是佛法否，又问干石蕨是西来意否，又问百草头是祖师禅否，又问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，又问父母未生以前，哪个是我本来面目？种种一切，会吗？从上古德公案，问你懂否？果真不懂，殊不足怪。前面呢是世间法，世间法懂不懂？懂跟不懂，透过慢慢的纯熟，自然就会从不懂到懂。可是除此之外呢，还是有很多的不懂。来学佛，就发现了，在佛法里面更多的不懂，
所以前是法不懂，次佛法不懂，只令我汗流浃背，无法可说，其不愧乎？原来我们这么多的不懂，却无下手之处，开始升起满腹的疑念，这就是所谓的疑情现前。再问现前当下走路的是谁？吃饭的是谁？量可以懂，何以直如呆瓜？我们以为走路这个哪有那么难，就是我啊。吃饭的这个就是我啊。可是为什么就像一个呆瓜一样在走路，走得不清不楚，吃饭吃得迷迷糊糊呢？又问说话的这个是谁？发笑的这个人是谁？问的眼睛直翻。再问要面子的是谁？有本事的是谁？时问得明明是我，但不肯承认是我，好大难。疑情现前的时候，你会彻底的怀疑自己，行住坐卧究竟是谁，穿衣吃饭又是何人，争强好胜到底是谁？如此数则，何以不懂？岂不急死人？又问见爱者身欢是谁？见恶者生怒是谁？加倍的不懂，气何如也？生气的这一个你都不懂，为什么还生气呢？贪念的这一个我们也不懂，从来不认识他，为什么会喜会怒会哀会乐呢？如果啊，我们这样子一直问，你就会发现，的确在日常生活中，光是以这不懂二字，就会让自己啊非常清楚的活在当下。富特指出，个人日用中举止动念运转思维，语默沉调当阳独漏之时，正好承担自己，何以又用不懂二字打我？奇哉奇哉，妙不可言也。百姓日用而不自知，每天都能够清清楚楚的生活，语默动静似乎非常的清楚明确。可是当我们反问自己是谁，就会发现在心的底层还是有种种重重的不懂，这不是很矛盾吗？
明明活得这么真实，却又活得这么的不懂。禅宗的怡情啊，就让我们从不懂中不断的追问。所以我们教参话头提念，不管是穿衣、吃饭、行住坐卧、念佛、拜佛，提起念，马上照顾话头，自己的心就在这个起心动念处，关照他，注意他，专注在这个起心之处，然后参，参就是从不懂，只要不懂，就问到底。所以最后呢，来果禅师讲，若悟欲令人深懂大法者，人人念佛即请歇佛片刻。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一边念，念一念呢，就停一下，问一句，才念的这一句佛是哪一个念的呢？再追问，究竟佛是什么人念的？再重追问，毕竟是谁在念佛？难道佛是别人替你念的吗？好大奇，明明念佛，却明明不知是谁念的，真正弄得人不懂，真不懂。若知而不懂，不同其语；若不知而不懂者，必定要追到真懂，是名大懂。怡情一起，不知自己在吃饭，不知自己在走路，就一个疑念。所以古德住禅堂，一住就住个几十年，就为了参这一句，究竟念佛是谁？谁在念佛？我们平常可以参吗？可以。但是在参的时候，就是起一个疑念。每天忙忙碌碌的，如果自己呀，始终不明白在忙碌的这个是谁，那难道没有去住禅堂因缘的人，就注定要一生又一生的迷糊，一生一生的不明不白吗？所以有人说，最好是在禅堂里精进用功，才不会出大问题。事实上，在禅堂里，你的不懂还是得要追到懂。没有在禅堂的人，你在生活面临这么多的不懂，难道你都不好奇吗？人生
就是让他不懂下去嘛。所以，体念，人人皆有念，人人皆在生活中，百姓日用，朝朝供佛起，夜夜报佛眠。每天，你就在起心动念处，体念、照念、参，真正有疑惑，不要错过这个疑惑。这个疑惑就是3000年前佛陀问了所有的人，没有人给他答案，每一个人都告诉他，生命的轮回是不可避免的，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的现象，这是我们的宿命。但是佛陀不认为如此，难道每一个人不懂，就表示世间的真理没有办法懂吗？所以佛陀参禅寻道，说啊，禅者佛之心。禅宗的始祖是释迦牟尼佛，3000年前他从不懂到最后大彻大悟，当他要告诉我们的时候，他拈起花，默而无言。拈花的是谁？微笑的又是谁？走路的是谁？吃饭的又是谁？未曾生我，谁是我？生我之时，我是谁？长大成人，方是我。合眼朦胧，又是谁？谁这个字，就是不懂。如果你的心曾经有深刻的不懂，那么这个话头就要问得紧，抓得实，彻底的，直到懂为止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就是来果禅师在救心之后要怎么救呢？就是从不懂到大懂。今天的开示至此功德圆满，阿弥陀佛。